王心凌于本月5日时隔5年推出新专辑，日前她在深夜发文公开了黑色深 U 礼服形象照，一改过去粉嫩的造型装扮，立刻引起粉丝们的暴动，纷纷夸赞她美若天仙。她在文中透露，其实这张专辑酝酿了许久，因为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王心凌的歌这个问题，让她和制作团队在做每一步决定时都很小心。王心凌表示，她有预想过在专辑发行之后，网友们或许会认为她不再走甜心教主这条路，反而开始尝试转型，尝试走其他的风格。对此，她透露这首歌里面有大家熟悉的他，又大家未曾见过的一面，让粉丝们直呼期待。此外，王心凌也在本月底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同时他也晒出了在练习室卖力排练的照片，并坦言心情就像云霄飞车一样起起伏伏，平静不下来，感叹这是不曾有过的感受啊。